男神朴叙俊虽然近期没有戏剧作品推出，但曝光度依旧是十分高。不但有和陈宇植、金泰亨等好友一起出演的实境秀《In the Soup》友情旅行热播中，再加上与云化的月光梨泰院 Class 以及魔幻之音的主演们一起出演的《青春 MT》也公开了预告，即将在9月播出，让粉丝们超级期待。而他在22日帅气现身站台活动，被 Q 比到 V 手势时一脸问号的模样，才爆笑啦。자그리고요거요즘에요거인싸보이라고하는데요거가능하실까요요거인싸보이이렇게 아감사합니다그래도어떻게든해주셨어요자우리그래도약간우리서준님만의프리스타일포즈나그냥멋있는거아무거나여기그냥서있어도멋있네요네네손아트한번부탁드립니다머리나와요오정말虽然综艺也看得开心，还是希望男神快点有戏剧新作品啊。